女孩会选择你吗？没有，这些车子房的东西我都有了，不过就是没拍出来而已。有房有车怎么了？我们都不会跟你走的。我们分手啊。删我呀，你删我呀。你要对人客气点，人家都因为你跟男朋友分手了。哎，对，你赶紧跟你男朋友承认，咱俩私情吧，没事。最后一秒钟，24号爆灯了。我很能做菜，我也很会收拾房间，会变成一个小女人的。本周日晚9:10，韩束红 BB 霜《非诚勿扰》，敬请关注。